直接就看到了，真方便啊！这个。 三个考验听起来都还蛮单纯的。林克大人，这模样太不知羞耻了，请您披件衣服吧。<笑>林克大人是不是喜欢萨尔达公主呢？若真是如此，两位的确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怕也会全力支持两位。可是只要一想到这里，胸口就会紧紧的纠结在一起。 说不定是生病了，明天得跟奶奶拿药才行。去找奶奶拿药时，奶奶只是对我微笑。后来我也去问了博加多和多朗，他们也只是露出微笑。结果还是没有拿到药。<笑>林克根本就是万人迷啊，也难怪了，他这么帅。我要这个。 代代守护至今的宝珠，就算是治你，也不能随便触碰。我族必须守护的东西，这不就只是个神庙的钥匙而已吗？宝珠认可之人方能获得远古的庇佑。从祖母的祖母，他的祖母和更以前的祖母开始就一直守护着这句话的和珠宝，和宝珠。哎，那表示说，这宝珠在100年前就有了呢。这我们家的传家之宝。 该不会就是在你前面啊？赶快给我啊！可恶哎，我想知道你的事，<笑>这就是林克把妹的手段吗？我的事吗？<笑>好可爱啊！我的名字叫帕雅，因为身上长了一块像木瓜种子的胎记，所以才被命为帕雅。 胎记的位置在哪里？这，林克啊，该适可而止了。将来我一定会回答您，所以再给我一点时间。什么嘛？那王国之类，你可要回答我。你们两个是要？ 在我家这边坐到什么时候啊？所以，应该是要去找到松达那边，一石村那边，所以才会他们才会离开吗？不然好烦啊！一直坐在我家外面，这样会造成主人困扰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怎么又在下雨啊？哎，又没了。What？ 交保护费啦！我的钱呢 ？Oh my god！ 啊，吉卡拉！金钱就是力量。不知道为什么。 刚刚一瞬间觉得这个大妖精的发型还有发色，很像我的霍格华兹里面的人物。<笑>嗯，就是你解放了我的力量吗？哦，我还以为是个肌肉发达的泳装青年呢。啊，林克其实是没有肌肉的，林克应该要很结实才对啊。不过我也很喜欢纤瘦的男生呢。强化至最大限度哦。 他用最大限度，害我期待了一下，极致还是怎样的？可恶呢！哇，琥珀耳坠变直接加10防御力，好强啊！这个东西真的是超级强的。哼，我那个西马子。
请坐在那里。好可怕。咚咚一听嘛秀，而且这样子，我是觉得，如果你都没有东西可以强化的时候，你就根本看不到下一阶会需要什么材料，有点讨厌。你要去查，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改，王国之类会不会改？那你不能一次弄完吗？一定要每一次都这样？这裤子也是有够强的。明明就只是件裤子。这一瞬间要打不知道几个是不是？所以刚刚那样不行。那找一个比较密集的地点，这里吗？啊！啊！成功了，第一发没打到，还有最后一发补中。以四道风为指引，我的木剑快要用完了。哎呦，好远！你妈的！要用射的，是不是？好，射他。nice。啊，木剑刚刚在画面上一瞬间飘走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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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边，哦，这是开关啊！好，开关。这可以直接透过栅栏射进去吗？Nice， 哎、欸，真的可以，
还是他本来就是要这样子。哦，宝箱。回去 ，nice。哈，护心盾。都拿到了 ，OK。什么都看不到。不过这里很酷呢，地形。哦，这里有神庙哎。哦，消炎棒，这东西意外的还蛮稀有的。烫烫烫烫烫烫烫！哈？小钥匙，海布拉山登顶啦！哦，还有一小节，登顶啦！现实的山都这么好爬就好了，又轻松又安全。所以试炼是在这个附近吗？那边有个神庙哦，试炼在那里。先神庙。哎，有人有放救命木材，我拿走了。用大剑会烧得比较快吗？感觉也不会啊。这应该只是矿石。哦，啊，直接爆掉了。这融化实在太久了，直接爬进去好了。他自己不给你爬哦，难怪。直接这样飞进来就好了，这里也要融啊。加奥马阿萨神庙，这是我的神庙哎、欸！
原来我的神庙在海布拉这里呀、啊，早说嘛！而且还是顶荔枝考验顶级哦，哈哈哈，加奥马阿萨神庙，好，我就来跟自己对战吧。 啊，这是水的，看来要用这个、啊。猴子给 跳好，可以换套装吧，超高防御力。对。 刚刚为什么他没有撞，他直接穿过呢？哎，我以为我打错了。 不愧是阿萨神庙，比较强一点点。其实是自己老马，但是讲的好像对方比较强，这样才对。哦，王族双手剑，为什么一直开到远距离投掷啊？ 讨厌呢，最好的就是耐久度提升或是攻击力大增加，要丢哪一个好？雷电大剑不要了。啊，冷冷冷冷冷冷。 这要出去还出不去耶，因为旁边不能爬，一定要融掉这个才行。用利巴尔又太浪费了，只好慢慢等啦。OK。
这是要盾牌滑行，好耶！盾牌滑行 ，Let's go！ 呜呼！呀！原来是这样的吗？哎哎哎哎，怎么停下来？ 上哦！啊，地上怎么会有琥珀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是好玩呢，而且赛道还蛮长的。 不会觉得一下就结束了，冲啊！差点没中啊，已经到了啦，我才刚讲完呢。喝剩，超猪在即。 看起来好有趣哦，好像不是有一种那个让钢珠遵循轨道的那种玩法？哎，我是要站到这里来。 OK， 然后呢？Come on， 风之律动的林克跟那个利特族的女孩子一起解谜的时候，叫 Come on 也是很可爱。 还好，还好，最后有来得及去按那个宝箱。哦，在最上面。 原来这不能爬、啊，有准功。 说你到底之前骗了多少人玩这个？哦，而且他也不怕亏本，他根本就超有钱的。
就剩这座塔还没有开了，把它开了吧。我记得这座塔是那个时候看到一堆那个雷电杖的法师就不想动了。哦，那个发光的山就在附近说。 真不想打他们，直接往上飞。也许不要靠得太近的话，有机会。好，现在，嘿，哦，nice，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？这叫做丘陵之塔。好，这样没人看得到我了。 有点后悔没有留一堆素素蘑菇，害我的登山装没办法升级。不过还 OK 啦。现在过去那个山头应该来不及吧？其实还蛮远。 这样，所有的地图都开了，来得及吗？来不及，还要整跑过整个雷平原，看起来很近，但其实很远。22:50。 是时候啦！到了，山林霸主。 酷啊！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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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吃。 哦，差一点点 ，nice，太棒了，第一轮没有达成的心愿达成了，耶，好酷哦！ 森林霸主能够登记成艾玛吗？啊，他看到我骑这个，他没有惊讶呢。 体力好快哦！不愧是森林霸主。
登录。等等，那匹马该不会是传说中的霸主？请不要把它带来，会遭天谴的。哎、欸，居然会这样吗？那得，不行吗？可恶啊！原来没有办法登录为最，登录为艾玛。艾玛花生，本来想要取这个名字的。果然这么强的马，只有在，只有，哦，他在，原来他是在打黄金哥布林哦。那你加油啦，我不想再救你了。果然这么强的马，只有暂时可以给你用而已。那他是怎样？他会消失吗？他就是离开太远就会消失了，是不是？哦哦，哎、欸，消失了，原来如此。本来还想给他吃东西的，看来他也不吃了。这样也算是完成了一个怨念，不对，那该怎么讲？完成了一个悬念。哦，这边有利特族扎住，所以应该是在这附近，没错。哦哦，是你啊！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。哦哦，我不记得这家伙，你在这里干嘛？我奉族长的指示前来监视出现在这一带的龙啊。最近他遭人目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族长担心他会不会跑到村庄去。毕竟之前有过没德的潜力，会感到不安也是在所难免的。目前还是感觉不到危险，再继续监视一会儿吧。那只龙每到晚上，哦，要到晚上，龙角会发出光芒，那道迷人的光辉就像在引诱什么似的。马上回去警戒。那这一次打龙是为了试炼，那他的犄角我可以保留吗？不能保留的话，不就白搭？走开啦，不想跟你们打还不行耶。哎、欸，晚上那个人竟然不见了，你不是要监视的吗？说好的监视呢？喂！啊！而且你都知道晚上哦，他在那里。OK 啊 ，sorry， 他会从哪一个方向来啊？待在下面什么都看不到，爬上去一点。哦，来了。好机会！哎、欸，这样子应该不算一次吧？我还可以再射一次吗？再射一次！哦，有了，他有算。
，nice。 哎，不要划掉啊！哎，他竟然是给鳞片，好吧，把这个鳞片送去给力量之泉啦。那神庙是出现在哪里？神庙怎么在对岸，而且还那么高的地方啊？好不容易爬上来了，竟然在那里！ 在一个山不管地带，而且我都没去过，要翻越这个小山哦！我的天啊！然后又下雨，真是太衰了吧！终于到了。 瞄准静止之时，又要浪费我的爆炸键吗？哎，误会他了，这这样比较快啦，哈哈。这可以停吧？可以。 呀！啊，完错啦！<笑>这个时候停，然后把炸弹进去。哎，原来它那么久啊！炸弹进去要这么久啊！啊！ 最快！有没有宝箱？哦，有哎，那边有宝箱。 炸弹剑，官方就是叫你用炸弹剑嘛。那这样就没什么好、哦。呀，等一下，没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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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呀！OK。 哦，直接过了 ，nice！ 好，走走走，冷死了，快走！ 真的没办法跳过。啊，只有一把刀啊！弓箭。
那他比较希望你用弓箭打。 跑来跑去真的好烦啊！ 让他回血而已。 竟然连那个上升气流、那个电风扇都没有的用啊！还是在旁边我没看到，不过也没差了。 目的不同，但我们的脚步所向之处似乎相同。只是以我的情况来说，不是用脚走，而是用翅膀飞就是了。你方便很多，可是我可以传送。在我游历此地，打听英杰利巴尔的异世奇间，有人教我这是异世，也试着想要跳脱师父的未完之事，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现他的故事。因此，我来到过去由利巴尔所操纵的神兽瓦梅德之处。 我试着创作了这样的诗。
是说他的歌词没有很有诗意啊。你公主这套御寒装还蛮可爱的。竟然会被自己产生的风流给，而且他竟然没掉下去。もっとだ。もっとトルネードの中心にうまく乗らないと。覗き見なんていい趣味じゃないよね、姫。ごめんなさい。村でここにいると伺ったので。わかってるよ。この間の返事だろ。厄災ガノンの討伐。受けてやってもいいよ。ありがとう、リーバル。私たちにはあなたの力が必要。ただし。要有人看才会表现得比较好的态度吗？他一定要用炸弹剑。この僕が援護の大役を仰せつかることになる。確か大麻の剣の騎士だっけ？结果你心心念念想着的只有林克啊！自信をなくしても責任は持たないよ。竟然是这种事情而已吗？看来我们利特族的英杰并不是个坦率的人，就是个傲娇嘛。觉得如何，英杰利巴尔之师？借着诗来描述利巴尔的另一面，让我感觉自己又更靠近师父一步了。虽然还有些模糊，但我已经渐渐摸索出诗中欠缺的篇章。ここまでやれるとは正直思ってなかったよ。冷死了。トルネードもさらに強化されたわけで、今の君ならできるだろう。ガノン討伐っていう大仕事をね。OK， 冷却缩短，好像都是冷却缩短。好哟，冷死喽，快下去哦。
就是这也是祝福神庙嘛。老实说，在王国之泪之前，要玩完旷野之息，这一次的玩完旷野之息应该是不太可能。就算要打倒加农，但是如果没有把记忆收起的话，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。所以我想，英杰之诗篇应该也是拿到打完最后的导师，拿到机车以后也差不多了吧，大概也是这样而已。啊，原来这个不是祝福神庙啊，原来是荔枝试炼啊，荔枝，而且是顶级的，所以剑之考验中级跟高级，然后加农记忆这些应该是没什么时间打，反正旷野之息本篇。哎呦呀！等，本篇本来就已经打完了。这一次王国之泪之前的复习也算是 bonus 而已，所以 OK。耶！可恶，想要贪刀也不行。那。好啊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是怎样？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拿机车吧，只是想要在拿到机车以后遨游海拉鲁，可是看起来也没时间了。布星顿很漂亮，说。没想到在王国之泪发售前一个月开始玩旷野之息，时间可以过得这么快。老实说还真不错。耶、yeah!一直拿到东西，一直拿到一堆武器，我的天哪！这火焰枪的攻击力大提升，比大剑还强。那么今天感觉这一集还蛮丰富的，今天的旷野之息就玩到这里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完全就是御天之剑的那个神殿的感觉啊，但是感觉只是彩蛋，不是同一个地区。